我们今天跟这个博士师兄来这个南校区来参加一个国家的重点项目啊 ，CET6。朋友们，今天继续来这个新校区的丁香食堂炫这个螺蛳粉 ，Let's go。OK， 朋友们，心心念过来之后，这个螺蛳粉关门了，咱们换一家。OK， 炫这家川味锅巴饭嘛，这个菜看着特别香，就炫这家吧。呀，这个川味锅巴饭看着也不错。OK， 朋友们，开炫开炫，这个今天这个你看这个饭有多一，还能录到这个，总共点了三个菜，这个是小酥肉，哇，特别香。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千叶豆腐炒肉，再一个是素菜这个粉条。好久没吃粉条了，所以点了这个素菜。还有一个菜是辣子鸡，哇，太香了。这个川味锅巴饭在丁香二楼也特别香。太香了，太香了。今天专程过来吃螺蛳粉，螺蛳粉关门了。然后今天过南校区来，主要是跟一个博士师兄一块来考六级，俩人属于是难兄难弟，这次发挥感觉还不错，希望能过吧。考六级跟刮奖一样没事，考了十次了都没过，哎，希望能过吧。我给大家看看开心，明天见。